人生中第一次搭缆车哎、欸。而且你还是那么出去哎、欸，我还是第一次有人看到这样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金钟那个生态爽我都后悔了。金钟哪一个？金钟那个啊，那个叮叮车啊。哦，对啊，笑死，那个我知道会那样哎、欸。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人家拍过，不是我有在日本搭过缆车啊，然后我这一次东京也有啊，你没有看到我那个画面，我是故意带前面的、哦，因为前面那个画面会比较好看，但是如果带后面整个那个缆车都不像缆车啊，是你还没有看到我的影片，有在拍吗？不知道。吓死我！再没拍到就可惜了。有步道哎、欸，你看，他可以从那边用走的、欸，下面啊。我看到，那是，哎、欸，我知道这个路是给我们走的吗？应该是维修人员在走。哦，是吗？哇，手好酸啊！我不会把你拿的。你会怕啊？我会怕。不会啦，那个根本不会撞到你。其实玩空拍机也是一样啊。是我空拍机，我也会怕、啊。你如果空拍机，你一想到都不会撞到啊。好怕啊！不会啊，因为它在这里啊。对啊，还有很长。哇。对啊，我就说很长。那这个可以啊？看得到昂平360吗？昂平360看不到，这个是不同区的。不同线路就对了。不同，那个在那么边边、哦。你这里也看不到机场啊？看到吗？好像看到。哎，这边应该看到、欸，很小心啊。哎、欸，好像应该会看到，好像是同一，是都是在机场附近的，但是你这个又还没有到机场。嗯。哇，它很宽，很跨很远的。嗯。干，手超酸。哦。啊。换一下，变短而已。那条路了哦，哪里的路？哎，那边啊，小心哦！还有看到那里了，一开始那里，准备跨一下去，那低一点，低一点比较安全，快下去喽！哇、哦，刺激啊、哦！是不是很可怕？还好哎、欸，是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有安全感。啊，我觉得这种我还比较怕哎、欸。你看多可怕、啊，真的好可怕、啊。哇、哦，这真的有点可怕、欸啊。你用 GoPro 带个画面好了。哦，我本来就觉得这个比较可怕的。很高哎、欸。太厉害了！其实香港的特色就是这样啦，就是都在山丘嘛。哇，好像台北的北投、哦。好漂亮。哇、哦，有高低差，那个真的，所以那个气压。好，头水。来，那你啊。吞口水。你有气压，跟大飞机一样。我没有气压。站吗？哇，这一个游乐园横跨一个山嘞。嗯。蛮厉害的。对啊。翻山越岭的游乐园。我才说这个比较大、啊。所以我们刚刚搭那个。列车是从这个山洞里面，这个山里的底下绕上去的。欸、很少见到这种拆开来的、嗯，我真的没见过。一般来说是一个园区啊，就它规范在那里、嗯，没有跨山丘的、嗯，第一次看到。特别吧。嗯，然后也是第一次搭缆车。嗯。真搞笑哎，三十几是第一次搭缆车。可怜到这种程度。我没有童年的。我爸以前都说这种都是浪费钱。他赚那么多钞票给他。不！小心哦！拍照吧。好啊。
板。啊，不错哎、欸。熊猫园区。我们要回。我下去也来不及了，等下出站了。马百良。嗯。干嘛的？是我们的药油啊。啊、绿油精那种。是擦的东西啊。